高温千玉姑娘，这九元丹怎么卖啊？就是，怎么卖啊？这九元丹产量极为珍稀，半年才能产上一颗，我们此次代底也不多，就1000两一粒。哎，你们别走啊，可以看看其他的。 这只鸡我买了，壮士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少庄主，您帮忙接生的奶牛毛毛已经好几个月大了，我略表一点心意，祝少庄主和千羽姑娘永结同心。哎，我也曾受少庄主恩惠，幸好他扶我过马路。 我才保住这条老命，这只鸭，我要了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这就是我常教导你的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